城中著名青楼怡红院来了一位唱评弹的妓女，她的名字叫做沈秀秀。听说她貌美如仙，歌声更是妙不可言。这个的话是供你们吃喝赌的一个银两啊，价高者得秀秀。张妈妈接客了。来了来了，这个男妈妈，哎呀，男妈妈好啊，谢妈妈。今晚呀，可是我们秀秀姑娘最后一晚接客了哟。为啥？因为她明天就要出嫁了呀。啊，这也太拼了吧！明天出嫁，今日还接客呢。这龙春园每桌消费最低七两银子，能拼桌吗？可以呀。老规矩，剪刀石头布，输的人出三，好吧。剪刀石头布啊，抓包阿猴，是什么鬼？剪刀石头剪刀布，啊哈哈！我出两个，我也出两个。没啦，这里有菜盘，然后按照这上面的规矩来点。点完菜呀，就有好酒好菜哇，招待各位公子哟。好的，好的。酒水小菜糕点各点七，好吧？啊，这肉干这么贵啊？这肉干五两，那吃不起啊！你的肉是吃不起了。琼浆玉液要三两，琼浆玉液必须搞一个。酒水，走一个这个，蚕豆、猪肉糕，上菜。哦，哟，各位公子，几日不见，哇，就跟下河赌两把了。你们水一样，压多少银两就赔你们多少银两。可以。下河手中要一个骰盅。两个骰，哎，公子，这位公子手脚不干净，手脚不干净啊！八手，买定你手，好，梭哈，闹开了，小，好 ，yes， 干嘛 ？yes， 没了，没了吗？啊，公子是不是没有银两了？是呀、啊，还借不？这咋办呢？那公子的体力如何呀？体力如何？包包好啊，我申请吧，一个算一个银两。你所说的俯卧撑，你做给我看看。就是俯卧撑嘛，还来十个，二十，再来十个，快点，再搞十个，再来十个，再来十个呗，再来十个，我十五银呢，榨干他。做了多少个呀？十五个，做了三十个，三十个，那公子待会儿一起来。我一个都没想到的可以吧，继续压吧，各位公子，继续压的，两个小，五两小，你来压，大，漂亮，你真牛啊，我真的赌神，哎，以小不大，继续压小，收他三个，我就姓小，来，你来压，小赌怡情，哎，大，哎，啊，小。啊哎，是不是没了？来了呀，公子！哎哎，怎么说？那这位公子会点什么才艺呀、啊？你要是跳得好看，唱得好听呀、啊，我赏你十五两。哇，十五两！我来跳，我来跳。是我上次我开始扭屁股了，上次我直接给他跳个极乐净土。极乐净土啊！来个猴戏，猴戏没有。你开始表演。那就好运来吧。好，好运来，那就好运来，好运。
才艺不行啊。一个胖的跳的，唱不行，跳也不行啊。听不懂的，确实。小，我要必赢啊！你们跟我反压是吧？六力，好大九，哎呀，有毒吧？长二两不过分吧？问题不大的，问题不大吧？那酒水都上来了，这位公子请上座吧。哇，这我这个前台怎么这么好啊？哇，这位置，这味道可以啊！真是酒，我赢呗，我赢呗。我今天还要骑马，好像肚子不饥。我今天找了代骑的，代骑的。酒里有毒，划拳会吗？会啊，老划拳了，很强。很强呀！啊，跟你玩。啊，石头剪刀布会吗？石头剪刀布很弱，很弱。不，你要是赢了呀，赏你六元。石头剪刀布你有听说过？好，石头剪刀，出石头。哎，他慢出是吧？他慢出，对，慢出，慢出，慢出了。不，我跟你说出石头啊，上河姑娘，我们都懂他。那我可不懂你啊，公子。石头剪刀布。有一件我们家秀秀的宝贝，这位公子只管猜，猜对了呀也有赏。琵琶、荷包、鞋，有秀秀的牌子，肚兜。哟，公子确实。你是不是常去啊，公子啊？你常去吧。我找到哪吒。这肚兜呀，确实是我们家秀秀。看还有奶香味儿。然后公子，贴身肚兜呀，要贴身穿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公子的头太大，死不了。那下回我给各位公子叫姑娘。哎，叫快叫，这就对了。叫上来，叫上来。国风也太好看了。哎，什么意思？你有肚兜。哎呦。你又凭什么？我提前脸红。怎么感觉跟那种鬼的 NPC 一样的？我靠！哎！我钱没了，他把我钱摔走了。他刚才也是在摸我钱，然后我护得很牢。张妈妈，你们这点黑点呢？我太纯洁了，被他骗了。钱啊，已经说好了呀，一开始就说好了，一定要自己看好。哎呦，公子，各位公子的轮流叫价，轮流叫价，轮流叫价，只能叫价一两，只能叫价一两，已经 out 了。啊，二两，三两，不要，我要我的下河姑娘。如果各位公子呀，没有拍到我们秀秀的吹箫牌，那待会儿各位公子房间里是人是鬼，我张妈妈可就不接了哟。这我们就来恭喜这位公子拍到我们秀秀姑娘的吹箫牌，来给你个三连。来拿，来这位公子来跟我一起拿着这吹箫牌啊，到我们的绫罗轩去找我们的秀秀姑娘。哎，你妈这个单线吗？公子，这钱袋子就不用拿了呀。哎，那不行，钱必须在身上。后面就用不着了。用得着，用得着。用不着了。用得着，我带着，我带着。往左走，哎，秀秀啊，绫罗轩是吧？哟，好大一根绳啊，这绳是干嘛用的？吊人吧。感觉有东西啊。这不是好红的床，就有一只鞋子，还有一只男人要去找鞋子吧。哦，对对对，少了一只鞋子，少了一只他的鞋，沈秀秀的鞋没了，估计在大厅。哎，大厅那个装钱的那个盒子像不像这个东西啊？对，去看一下吧，这里没东西了，这里逛过了，没东西了，走吧，你看一眼吧，去看一眼吧，走吧，去啊，对啊，你去呗。那你一个留在这吗？那可以啊，那他一个人，我们两个留在这，我们两个留在这。
拜拜。哦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哦，绣花鞋。什么？绣花鞋？哦，什么？我闪现了，桌子底下有个东西。桌子底下有个东西啊，鞋子给他换好。刚才看那位出价最高的公子，到床边坐着稍等。啊。老板喜欢公子，到户外等。拜拜。我快乐。拜拜。秀啊！沈秀秀，哟。秀秀，是你吗？秀秀玩个盲人摸象游戏。玩人摸象可以啊。公子的眼睛能听。你要是能听到小声，这不是我玩的这个吗？对啊。好。好。外面待着。我要干嘛？哦，蒙起来是吗？啊。哎、啊，这游戏当年没玩上，现在我们在外面被鬼吓，你在里面玩的这么开心，不亦乐乎啊！哎，嘿嘿，哎，哎，多转几圈，转死他！哎，有点晕了，有点晕了，有点晕了。来呀，秀秀，在你后面，对，往前，你往前走，往前走。哦，在这儿。对对对，在这儿，再往前。还能往前吗？还能往前，往前，再往前。哎，这只手不对劲啊，这怎么是窗外？哪儿呢？哪儿呢？要大胆的抱，往前，往前走，往前走。对，往前走，往前走。好、哦，好像摸过了。往前，往前，冲啊！还在逃。左左左左边。哎。双手。往前三步的距离。哎。刚往回退，对，你就左手右手张开，把它堵在角落，左边的角落，对对对对，他被你围住了，对，他被围住了，往前，哎嘿，嘿嘿，我发现我更快了，对，公子啊，共度春宵啊，干啥？看了吗？为什么捆我？对，给他绑上，为什么捆我？绑得不够紧，哎，这手有点粗糙啊。哎，捆绑嘞！哎，怎么还解我肚兜呢？哎，什么意思啊？快来救我！我被绑住了。你先绑一会儿吧。你先绑一绑。我来换一个四个。哦，这有四个，有四个，有四个。对啊。好香啊！这好香啊！还放。放吧。啊，热死了。哦哦，那边掉下个什么东西？一会儿有点恐怖的。哦，他刚才不画没了？哇，画掉下来了。竹随仙人情来，要跟着那个蜡烛走。哦，我操！那什么东西啊？哇，我这不是来好好玩的吗？我们要先去外面吗？还是？那你去啊。你去外面看有没有什么？去吧，拜拜。去吧，拜拜。去找找东西。不，一起吧。你去吧，去吧。我们在这等。刚刚我已经去了。去吧，去吧。去吧，没。去那个大厅看有没有东西啊。哎，我还在那里转。我知道了，是不是要这样？给他转转这样，你转下面来。哦，好了好了。哎，亮了亮了，他不在，我们亮了。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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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快走走走走，我们先走我们先走，走走走走走，快走前快走前。怎么这么黑啊？你们人呢？
哎，啊，在这里面吗？哇啊！你有病吧？哇，你们怎么想得出来的？那边那个仙人指路是转那个蜡烛，转那个蜡烛，对，那个蜡烛转到一个方向就开了。然后呢？然后你就下来，然后下来。哦，这还蛮恐怖的，我操！我氛围不对了，兄弟。是吗？对，我们太过险了。但这个穿红衣服的死人，他会不会是那谁啊？秀秀。不是的。走吧，花姐，这有个道理。每天晚上整理酒坊内的酒坛，分门别类放回酒柜，以便第二天取用。啊，地窖酒坊，地窖对不对？要整理酒。整理酒，果酒放果酒，那个酒放，哎，酿酒放。这个什么？青梅酒是果酒啊？这个好重。这是果酒吧？青梅酒。哦吼，开了，还得靠我来。我的卖身契还在我卧房的梳妆台抽屉里，你们一位公子回去将我的卖身契带过来，帮我把卖身契放到炉子里烧掉，也许这样我会自己心安许多，是吧？我们都去过了。对啊，我们两个坐着，你站着，我们两个都去过，你没去过。把他的卖身契带过来。对啊，抽屉里面。哪里有炉火？在这里。在他抽屉里，好吧。加油。奥利给。我感觉他们暴击的。加油。今天早上把麦粒覆盖了。我靠。他说麦生器在哪来着？那个鬼躲在边上，我的天哪！我一拿他，他就跳出，要把他烧掉，来不及。卖身契，找你。哎，什么？沈英英、沈秀秀，啊？他们两个人吗？两个人的。因家道中落，一位还债，自愿卖与怡红院名下为妓，仅以沈秀秀一人身份接客。我知道了，一个卖身，一个卖艺。我们一开始在外面弹琴的那个，跟我跳舞的那个是沈秀秀。后来跟我那个在房间的那个是沈英英，姐姐是卖艺卖身不卖艺，妹妹是卖艺不卖身的，应该是。你给他烧了，给他烧了，给他烧了。给他烧，拿、哦、这里。啊，烧进去。哦哦，哇，这个很蛮帅的。开了，亮了。林宅，我便有找到林宅。这轿子我熟啊。在这世上，我也没有什么亲人了。既然各位公子是我最后一批客人，那就劳烦各位作为我的送亲队，将我送到林宅。坏了，他不能嫁呀。为啥？你忘了，他嫁去林宅死了。哦，对哦。我靠！哎呦，姐姐。你说你今晚就要嫁去林家？哎，我两次听错了。林家已经送来了婚书，让我今晚前往林宅成亲。像你，我要是没猜错的话，那婚书上写的是我沈秀秀的名字。你可真是我的好姐姐，你对我的照顾，难道就是亲手杀了我吗？为什么我会有你这么恶毒的姐姐？我为了保护你，不让你受委屈，在你安然入眠的时候，我呢？我在床上被不同的男人蹂躏。姐姐，你怎么还不明白？他林泽楷爱上的不过是白天的我和晚上的你。就算你带我嫁入林家，也不会幸福，是这样的。那你要我怎么做？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我还有回头路可走吗？如果你还愿意认我这个姐姐的话，那就祝福我。沈英英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确实，这不是是犟的吗？那。当时我们只是嫁到林府的不是沈秀秀，是沈英英，而且根本不是嫁给的林泽楷，
是林泽凯的弟弟，死掉的那个弟弟。对，冥婚嘛。冥婚嘛，你知道我演的那个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难怪沈秀瑶劝他，可能沈秀瑶知道。我靠，头皮发麻。头皮发麻，我操！这是个连续剧啊！这是个连续剧啊，兄弟。绝发了！这唱子我有阴影，兄弟。但刚刚他说是沈英把沈秀秀杀了吗？但是那个是沈秀秀的，但是应该没完全杀。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就没死，好，应该是杀了。现在只需待到吉时，我便可以出嫁了。但今日这打更的师傅没来，在这酒房里有一本打更门的书和一口锣，就由你们替我打更报时吧。是吧？我们哪里啊？这也没看到过呀，刚才。来，这还有一个手机啊，好家伙！打更守则，每次打更只可一人外出打更，外出后必须关好房门，其他人留在屋内不可陪同，否则阳气过盛会招惹不干净的东西。阳气过盛还能招惹不干净？每人出去报一个时辰，每个时辰换一个人打更，打更时念一句口号，报一次时辰，敲一次锣，循环往复，一直走到街尾再回到屋里。哦，去吧，我先去吧。有几个时？十二个吧。十二时辰，每个人四个。对呀、啊，我先去嘛。好吧，我打头，我们按顺序嘛。我阿豹今天站起来了啊，我来。走呀你，走啊。喊时辰，子时已到，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天干物燥。齐声吆喝，良辰吉日，喜结良缘。一人在队伍前方敲响喜锣，抬轿人每吆喝一次就敲一次锣，其余人跟在轿子后面，排成整齐两列，随抬轿一同吆喝。那你们吆喝我敲锣嘛？好，那我抬吧，好吧，好吧，那往林口先抬个，抬个走，走，报。良辰吉日，吉日已到，你走快点，良辰吉日。